开始录。好像，好像在西瓜蜜哦。会啊，他们会西瓜蜜啊。那我们要不要加工一下？等一下，我在录影。有鸟跑到客厅去了，跑到餐厅去了。陆小红，他想要进去柜子里啊！我帮你开柜子。他可能在抓蚊子之类的，你看在找蟑螂。好，停一下。